请支持葛西荡三号候选人梁慧莹。OK， 三号卡卡，三号卡卡，三号卡卡，如果第一个卡卡 ，OK 好。一切都没有问题。三号，我最希望就是可以配合中央的招商引资政策，然后再来更加多的外资进驻甲州，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配合中央的数字经济蓝图，鼓励青年进军跨界电商，配合中央的贸易发展蓝图，协助甲州企。为什么就是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竞选宣言，然后会极力的想要去发展经济？因为最主要就是在我的生长环境里边的时候呢，坦白讲，大家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说，哎，怎么都是经济，经济，经济？因为在我从小到大生长环境的时候，我得到的一个体会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生活无不是柴米油盐。今天就是一个好的家庭，幸福的家庭，每一个不是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很有钱，很有钱，但至少就是我们要有基本的一些可以让生活就是过得比较好的一些资源，这个样子。对卡卡他离开本国出去台湾，在台湾世新大学读传媒广播读了四年，毕业回国后，我是希望他可以留在本国，尤其是马六甲，对大家年轻的服务，不单是卡卡本身，我也希望各位在我身边每个父母的儿女dalam pelaksanaan dasar pelabur untuk menarik lebih banyak pelabur asing ke Melaka, bekerjasama dengan kerajaan pusat dalam pelaksanaan rangka tingkat blueprint ekonomi digital Malaysia untuk menggalakkan lebih ramai beliau menceburi bidang e-dagang dan tas sempadan, bekerjasama dengan kerajaan pusat untuk membangunkan pedagang serta membantu usaha-usaha negeri meningkatkan ekspor ke luar negara.